走后就死命的追我，你这个大猪蹄子快放我下来。诶，真放我下来了，溜了溜了。我的妈，你还追我干嘛？难道这个杰克喜欢被人溜，而且还是喜欢一个被女仆专溜的杰克？不会吧，你像那位园丁知道吗？哦，难怪你开局要把园丁给送走，原来你是想要对我做这些事啊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追我了，再追我等我出去我就告诉园丁。我他喵的，两分钟了呀，杰克。三分钟了呀，杰克，你的机子还要不要的啊？